花千骨真是部神奇的剧，戏火人火，连替身都跟着大火。你看赵丽颖的文替李可，长相清纯，灵气逼人，不管是脸蛋还是身材，个头都跟赵丽颖差不多。这位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的萌妹子，此前已参演过多部电视剧，并担当过众多当红女星的文替，但此番花千骨的大火才让这位岳阳的小妮子撞脸撞出名气。据了解，这组照片来自一位微博名为李可就是可可的网友微博。这个李可就是可可的网友就是赵丽颖在花千骨中的文替，她的真实名字叫李可，湖南岳阳人，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导演系09届，目前是一位演员，不但参演了多部电视剧，更担当过众多当红女星的文替。有网友在艾特她的同时祝她早日成女一号，可可加油，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女一号的。